本身我就是一个汉服爱好者，然后露营又是当下年轻人比较时髦就比较流行的一种休闲方式吧。然后今天我和我闺蜜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想来这边，就听说盐湖城这边有这种古风露营，然后也是今天穿着我喜欢的衣服，然后来这边体验一下这种古风露营的氛围，然后我也觉得很出片。